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宋。然后今天的话是我接待的第二个小可爱。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成都双流机场，然后我们期待一下今天的小可爱吧。Hello， 我们接待小可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宋宋。然后我们昨天的话是从机场接到了小可爱，今天的话回来因为面诊。面诊之前呢，可以让小可爱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吧。我叫李科，今年20岁，从山东青岛过来的。啊，我自己家庭不错。为什么想来成都做呢？因为成都医美的特别多，然后想。对医美的话，成都的话现在是一个医美之都，然后很多顾客的话会选择都会来成都啊。就是您现在方便问一下单身吗？单身。嗯。你知道假体硅胶长什么样子吗？这个圆形假体，然后这个是光面的诺亚的圆形假体，这一款的话是我们的新力假体。哇哦！对，你刚才胸的胸的里面的话，它就是这个样子，对，就是。是吗？我想要打着梦，再追着风，去紧握你手，我愿做黑暗中属于你的烟火。好，又是我女明星宋宋。哦，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是陪一位小姐姐来做我们的生活科的小姐姐。之前的话我们先简单问小姐姐一些小问题，就是您这次的话是做的是哪种材料的纹身呢？选的是新意。为什么选的新意呢？因为感觉它做出来的手感会比较好吧。就是你做完术后的话，你想到一个效果是不是这样的？想要达到自然天空感。那你就是紧张吗？快要手术了？不紧张。周围有没有人问你就是对隆胸这个项目的一些看法呀？你怎么看待的？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就是能理解的不一样嘛，就是他们如果能理解我来做这个的话，我就会告诉他们，如果我觉得他们不能理解的话，我就不会告诉他们。啊，是你父母他们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觉得他们不能理解我。啊，就是为什么想做隆胸呢？因为穿衣服真的有一些夏天的一些吊带啊，我都不敢穿，就是感觉没有自信吧。然后我想就是做完之后穿衣服会更好看一点。就是科科的话身材也是非常好的，然后做完隆胸的话前凸后翘的，期待你变美啊。好的。 1,2,3 天空在到处放弃，针术后的第27天，我感觉比较明显的术后变化是，穿衣服会比之前好看很多。然后我的整体的恢复感受是，前一个星期是比较痛的，但是可以忍受的。然后前两天有那个止痛棒，因为穿衣服好看，所以就会整个人会自信很多。